这也太多。 财神，那财神的话，基本上一般，那老观众会知道啊，新人的话会不知道，就是去年呢，其实我没有抽到财神，那我去年的话是380抽零财神，1保生1清水，然后那个李渡啊各2只，就是如此悲催的战绩，就是非常惨烈 ，OK 的吧，这个惨烈的战绩。 希望我们今年可以不要再像去年一样的惨，好吧？好了，咱们开抽啊！去年390颗，反正没抽到，大不了就再氪嘛，对吧？我人生怎么今年能这样啊？来。 首石抽，我是希望啦，首石抽消消业障。哦，上一次的那个业障还蛮深的，瞬间前面就消消业障啦。哎，2颗，哎，3颗应该不会啦，没那么容易中。白铁罗克，怎么又是白铁啊？白铁太扯了吧，白铁这么多，4、8、4在搞。 Yes！ 谢谢各位，我们可以停了吧？ 哈喽， 大家好，我是旭，那我们今天要来抽的是，我们财神啊，今天的话其实相当多的代抽啊，加上我自己14只账号，那我们再一次公布，土匪说他只要100抽内，我帮他抽到，他直接赌钱，没有在开玩笑的，他呢就是呢说到做到的男人，我相信他，他是个战友，他是个好人，所以我相信他3颗彩，我是觉得啦。 免费抽应该要毕业了，真的。我觉得几率真的有问题哎。巨人，巨人484有问题啊。巨人，免费抽还想说不懂，但是我觉得啦，白铁，居然是白铁，原来是白铁的部分。来了，守时啊。 抽啥都没啊，没事，土匪那个刚刚那个太欧了，我们先笑一下业障，我觉得啊，下个石抽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应该只要有爆开，土匪应该就是毕业了，来来来来来，3颗，为了5000块，为了5000，为了5000，可以，凉凉的。 可以，这个跳彩，这个跳彩，我们来看几颗，1颗、2颗、2颗、2颗，绝对2颗，有机会2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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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开心毕业。日本是不是又要炸了、啊？我们这次走的机会。可以啦，对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我真的觉得差不多了。这个十抽，第一百抽，在你的。凉了，凉了，土匪也凉了。我们有几只？四只是不是？四只
众了。对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帮他挤到一百。哎、欸，再几个，我们把他打死掉。哇，兄弟啊，你这个三位数、四位数的金石数了。这四位数的金石数，哎，咱们免费抽一颗。太扯，一颗有点危险。哎，结束啊！免费抽，刚土匪那个才叫怪，好不好？来吧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开始喽，一千抽啊，希望可以轻松帮康巴结束。土匪刚刚那个虽然战绩不太好，但是我觉得啊，差不多了。奇怪，平常都是前面的比较欧啊，他怎么今天后面的比较惨啊？啊，蜥蜴要插队 是？好，等一下蜥蜴下一个，来，三颗可以吧？三颗，哇，又是蝴蝶，干这么多，这几只？怎么又是蝴蝶？是啊，只抽来两个蝴蝶，那心情有不干吗？我们重开游戏好了。我天哪！希望这个重开，我们可以玩。该出货了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十抽该出货了。天哪、啊，今天前两个就坠落成这样哎、欸，要不要改成地狱？我虽然之前昨天开台默默的讲了一句话，说冰与神教已经过去，现在是虚拟的时代了。我错了，我可以收回这句话吗？可以，我们再试十抽。我觉得啦，绝对是因为没有改名叫虚宇。我们再十抽给虚宇，再十抽给冰雨，好不好？来。哎，冰雨，我觉得你好像没有比较好，你还只剩一颗哎、欸，你只剩一颗彩、欸。谁刚刚跟我说要改名冰雨？我就说冰雨神教已经不行了，你们就不信啊？怎么？这又是错了，海底捞月，我相信海底捞月这件事情是真的。我希望可以200抽，带我们的烫爸回去，否则 life will change。我相信这个十抽将会改变我们这个很飞的 life。可以，最后一颗真正意义上的海底捞月，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放心啦，就是这一颗了，就是。等一下，汤爸是不是战绩也很惨啊？看一下，他是不是只有一只六五啊？他200抽是不是只有一只六五啊？干，是不是财神都被你们抽？啊！怎么可能？天哪、啊！土匪真的要补了。土匪这样是多少？两单哎，土匪有两单哎。希望可以开心的带着土匪。我他妈歪了几次六十啊！干三颗该有！我靠，还是。啊！赢回！完了！水彩！哦天哪、啊！但是是全歪完啦，就剩水彩，拜托水彩干！天哪、啊，我们又剩30抽了。几抽啊？
170了哎、欸。我不要再抽他的了，他今天好凉啊。飞位，拜托。